我在 Beuthetic 接受这个皮肤的护理已经接近4年的时间，谢谢他们的这个照顾。然后 Wishpro 的这个疗程呢，其实也做了非常非常的多次。这个疗程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呢，就是它时间非常的短，接近15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疗程，而且最重要呢，就是效果非常的显著，吸收非常非常的好。然后 Wishpro 这一个疗程呢，是完全无痛而且无创伤的一个疗程，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的享受的一个疗程。最重要呢，每一次在工作前、拍摄工作前或者要出席活动之前呢，如果觉得皮肤的状况不太好呢，其实是可以抽一些时间来到这边完成这个疗程，过后可以直接马上的就是上妆，你会感受到皮肤的状况非常好，妆非常的服帖。为什么我选择 Wishpro 这个仪器呢？因为现在是医美的时代，也是美容最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我选择这个仪器是给我美容师然后治疗师容易的操作而达到最好的效果。因为 Wishpro 呢，它结合了医疗光疗的效果，而且还是活性成分而配置好的那个结合成分给予美容师使用，所以方便操作，说三合一的结合起来的话呢，会达到最好的效果。第二呢 ，Wishpro 还结合了不同的光疗纳米深度，而达到皮肤深层的这个胶原生长。那两组结合起来呢，它可以达到最佳的医美效果。我用了这个晚上去滴的时候，我是很容易上妆的，因为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用处，可以补水啦，可以把它我们的脸上什么雀斑我们都可以修复，很快很快，大概只需要15到20分钟，然后我就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做一个15到20分钟的美容，然后睡个美容觉，晚上我就可以美美的上我的 dinner。 然后它这个胶囊是一次性用，它是非常的卫生，非常的可靠，又联合他们的那个一个仪器，他们两个组合起来真是非常的棒，我非常的推荐给大家。